所以平常时啊，会培养，甲含概念的厘清，甲含一寡国际游戏规则，咱来懂，咱来去捌，捌了，你自然就袂惊嘛，捌了，你自然就有信心嘛。所以台湾的将来的展望，我所在以前啊，伫民进党啊好，啥物立大联党啊，啥物啥物党的诶，我这概念内面走不出去。拢走到一段路，啊，就碰壁啊！但是用这国际化，用这国际的逻辑，用这国际的条约来行，咱看会开，咱看知影讲，咱爱争取啥，咱需要争取啥，咱会当争取啥。啊，若无，伊是干那一个中华民国，伊家己搞不清楚，伊是毋是国家，真正是足可笑。伊家己都搞不清楚，伊是什么东西的对？因为一方面，要骗台湾人，要骗乎你，根本你搞不清楚你自己是什么。安尼，伊就伫中间会当上下其所啦。所以，咱若跳开伊个阴影，跳开了伊个阴影，自然咱个路，包括咱个将来的一寡只福利，包括咱将来的一寡措施，拢足清楚。讲到车的牌照，同款，伫北台北州遐有咧研究这车的牌照。阮遐的车的牌照，一档交一摆。啊，第一档新买的车较贵，第二档就减要一半，第三档阁愈减愈减，所以几乎无介伤啦，无介济啦。所以，但反正我听讲后有啥物燃料附加费，啊有啥物牌照税，啊有啥物税。啊，得五百万，不管是万万岁，就是安尼来嘛。啊，咱啊系统拢照安尼，照美国方式，因为美国已经有成功过，后面已经有案例过，咱靠人因经验来用，咱袂去闪失的，咱袂去争拿的，因为以前这个案例、这个经验，拢是人已经花一大堆时间甲精神去研究出来物件。啊，咱用安尼来行，咱行出一条路出来，自然咱足轻松。哦，各方面，包括我头先讲的教育、文化、经济、政治，哦，甚至车牌也好，啥物货车，包括房地产税嘛是同款。美国遐一档嘛是一摆，不过互你分两期，啊，照实际金额，你买五十万，就是用五十万来扣。啊，拢是差不多千分之一啦。五十万，伊就是甲你扣五千块。哦，啊，你若五百万，就是爱交五万块美金，啊，一档啊分两期，互你交，啊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啊，你若交愈济，就表示你这个厝，你的房地产愈价值。所以美国人袂去甲走黑，啊嘛袂走，伊就实际嘛，硬甲你迄落嘛。实际照安尼来做嘛，啊，所以伫迄搭遐，我咧加油，无个另外啥物过路费，搁再刷啦，无啦，伊个油钱就甲你加伫因内面，就安尼嘛。你有用，搁再讲咯，无用讲，多数拢有啦。因为迄搭遐交通太方便，一个洛杉矶，我住伫洛杉矶，一个洛杉矶三四十条高速公路。所以台湾将来要阁起几哪条高速公路，拢可以，经费的问题嘛。啊，经费要对来资源分配嘛。啊，这个土地若健全，是安那个好康拢起伫台北，那无要起咱高雄，那要起咱台南，那无去咱台中，那无起咱桃园，啊，拢起伫台北。什么原因？中国人住伫遐，啊，讲中国城嘛，啊，好康个拢伫因兜啊。这就是资源分配不公平，资源分配不公平，造成主权就袂好势，造成主权袂好势以外，造成种种的问题拢产生出来，因为向迄边倚，啊，村的所在煞变无开发，村的所在煞变成无进步。所以我头先讲的，若以台湾和香港的比率来比，将来的台湾会比香港好几啊十倍，因为咱平均来发展，台湾的将来。未来的民政府，台湾的将来的政府会在中心，就是中部一带这，安尼来发展规个台湾，
才会发动照顾到东南西北的所有的台湾人，因为台湾是长条形，啊，你偏南台北就徛一边，徛一边的歪去呢，啊，你若徛暗中就正正正的，因为四边八搭拢顾会到。你讲安尼对唔对？啊，所以呐，这个情形下，咱把资源分配整合好势，自然台湾的内部、内部的一寡基本的问题，就减少作侪起来。以前几当前，我会记得一摆媒体顶头，伫高雄市一个议员，啊，人咧甲咨询，讲迄个高雄市的政务人员，啊，人咧甲咨询讲，啊，台高雄遮哪会咧欠水？啊，迄个人啊讲，啊，着中国人来伤济，中国人来伤济，所以这就是分配不平均以外，啊，人口的流动会跟着拢会分配不正常，所以这包括这个地方的建设，包括各方面，咱拢有一番的构思啦吼。啊，当然这需要更加侪人员，更加侪有能力的人做伙来斗阵这件代志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，大工程，大工程，来大人物一直出来，一直来倒卡手，所以在座的恁，个个拢是将来的栋梁，啊，将来栋梁的恁，恁的基础，恁的逻辑，恁的观念爱信用个正确，所以咱的未来要水无水嘛，看在咱家己本身，哦，所以将来展望甲含未来，咱拢一番的规划。啊，要规划进程，咱嘛是第一步，爱一步一步透，都是同款的。迄个鞋仔大，你要透开，一定爱第一夹先透，第一夹透开，第二夹才会透一，同款意思。台湾的问题，足侪问题，啊，但是要透，未难，一项一项透，自然就透开啊。美国方面咧，含我开会，伊嘛是讲啊，讲其实台湾问题足简单。啊，因呢，伊是占领全国嘛，所以我嘛是爱甲讨，我嘛是爱甲争取。哦，啊，这方面有哪共款伫台湾的咱，咱来努力，互人看讲，咱有志气，咱有坚定，咱有意愿要来争取前途地位啦，好唔？呀，因为这个部分，我相信一步一步，啊，佮加上咱即马有这个乌熊的部队，安尼一项一项一直咧杀出来。因中华民国流亡政权的眼花缭乱，因为伊已经发现时不我与啊，啊，所以即马会想办法，想要想办法一直甲你掏空，这真正是一个阴谋呢，一个阴谋呢。所以我伫迄个微调顶头有哪有做过讲，伊甲你掏空了，啊，就想办法叫中国来甲你支援。中国若一旦资金入来，媒体入来，各方面拢入来，甚至学生白领阶级、蓝领阶级，啥物拢入来，你台湾怎么办？会变成被他整个甲你掌控，这是足恐怖，啊嘛是潜藏的危机。但是面对着这个危机，无要紧，咱有概念，咱知影遮个人，遮所用的阴谋都是邪门歪道。咱用真正的路，真正的有公义、有国际观的物件，咱来甲对抗，自然的咱行一条路出来。所以，伫咱这条路中间，上重要就是概念爱清楚以外，咱的咧目前咧推广这个 ID 卡，嘛是同款。有机会，甲你的同学、甲你的朋友讲，你若是台湾人，你爱赶紧来有这张台湾身份证。台湾人的真正身份证，爱台湾，免爱讲一句爱台湾就准煞呢。那爱台湾，大家拢爱呢。马英九伊嘛讲伊爱台湾，胡锦涛嘛讲伊爱台湾呢。即卖习近平伊嘛讲伊爱台湾，啊，伊要爱啥？伊要定要爱台湾呢？我看呢，无必要爱台湾即块所在啊。所以因的概念的爱唔是呢。所以咱即卖讲爱讲，咱要疼台湾。疼台湾跟爱台湾的落差真大，哦，所以咱这个观念里面，咱一定要先甲家己讲，台湾无论如何，咱一定要想办法来行一条路出来。未来要安怎做，未来要安怎好，要安怎歹，
我哪看在咱？所以我头先分析一寡遮恐怖的代志，包括中国所用的策略，包括人口嘛是同款，因会甲你衬托外籍新娘、中国新娘，啊，即马来罗岗一直入来，入来了，搁再放一寡，互你自由观光的，啊，入来怎啊甲你浸淡遮唔同的？我相信即马伫台湾数十名的中国人，甚至中国兵啊，秘伫真内面。啊，这无形中，咱拢看袂到呢，因为各角落嘛，小鸟鼠啊，空安尼一直闭，啊，等下时间到，伊拢白白出来，足恐怖，真正足恐怖，因为因中国人会用用的，就是这种邪门歪道的方式，啊，若认真甲想起来，真正会淡，佮加上伫台湾内面，佮有中华民国这些中国人。像林郑这种，伊讲伊纯统的中国人，纯正的中国人，啊，所以可见中国阁有足侪不纯正的。所以这款的人，甲下面外口的人，讲讲叫内神斗外鬼，外鬼通内神，内到底，咱台湾人真正是无法度通去甲抵抗。啊，所以尽量推广台湾民进会这条路，才有法度通互咱台湾行一条路出来。包括咱的未来，包括咱的展望，包括咱家己要争取的权利，咱拢有办法。伫这个国际化的规则、国际条约化的规范、国际内面的社会内面，咱拢有权利，拢有机会能争取出来。啊，那无，咱永远拢伫伊的中华民国迷失内面，这嘛是咱必须要突破的所在。一旦啊突破啊！资源重新来过，咱的整个的架构重新来过，咱台湾会漂亮的不得了。大家有希望要让台湾漂亮的不得了哦。安尼，咱一行爱坚持彻底，坚持、坚持、再坚持，安尼好唔？重点啊，有哪是想办法拜托大家争取这 ID 卡，赶紧塞好坐。过来，就是咱想办法，甲中华民国流亡政权赶紧想办法甲结束。结束后，咱自然踏出国际社会，自然咱的国际地位开阔，咱的未来，咱的为后后代，啊，甚至咱家己本身，咱拢有法度通光明正大来过真好的日子，清清楚楚，袂去互人骗，咱嘛袂去人骗，咱自然咱的资源各方面的分配。咱会当真好运用，迄个时阵，我相信台湾的各地福利、各地的我只的建设，拢会上轨道，袂阁再用迄个安尼贪官污吏的，袂阁再用迄个乌鲁木齐的做法。安尼迄个时阵的台湾，国际上世界各国拢会来，国际上哪来到台湾，来到地，唔是来到煞，伊肯煞炸钱来呢？会阁炸足侪钱来投资呢，炸足侪钱来建设呢，炸足侪钱来即大家观光呢。安尼迄个时阵，台湾钱毋是阴卡棒尔呢，是阴到下海呢。安尼好无？安尼有水无？所以要争取这個，有那是爱一番的努力，袂用讲单急点点。拜托大家到努力，先甲中华民国流亡政权甲结束掉啦，好无？我用部队，我对恁寄真深的愿望，寄真深的期望，希望大家斗努力，斗落下拼，啊！希望会当在台湾的地位甲前途，行出一条路来。大家继续努力，不，拜托大家。